我是上面最随便走的不四里花椒三十里葱花煎蛋这我吃不下你吃吧有这么好吃吗这是我妈上一来做饭吃的第一顿饭少爷认识我我肯定是要跟少爷一起过一辈子嫂嫂，少爷我今天喝醉，山竹可能不合适，是很喜欢鸡汤喝了。我已经幼儿园耽误了那么青春的时光。你做上男人，你还有更真情。你是说我们两个肯定会在一起过一辈子？必须的。你和别人成亲，又怎么跟我一起过一辈子？是你说的。我不喜欢你喜欢别人，我才不会嫁给别人。我姐，不准嫁！我答少爷说，这只是懒的小事儿。我该回去给少爷做饭了。少爷说来肯定会来，不管什么情况，只要你替我们家少爷，我都去买。谁说的只是我的小事？你不许离开。也许他是我从师爹捡到的那枚白棋，而那一面就被绑在了一起。这可能就是师父所说的机缘吧。